发命令，当初你在海教官那边学的战术战法，今天可派上用场了。行，这里地势好，大家伙儿，千鸟地方各自隐蔽起来，一会儿听我指挥，天宫虎一来，马上战斗。是。大管家，你带阿公往里躲，躲得越深越好啊！大家，哎，不不不不，我不是老弱，往里跑干嘛？不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。 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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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很多虎帮的人，就知道出事了。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。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？没有了，我转了一圈，老少们都还好。小心，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，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。春兰，你和孝义带着阿公一起走。小钟，你们两口子也过去。好。那你呢？我留下，这样可以拖住他们。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。我，少林，我们都走了，留下你一个人。 挡不住的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没事，阿公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，只有搬救兵。现在眼下呢，最快只有找宝箱团。哎，大管家，你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。好，小李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，我留下来吧。听话，我还不会死，没事的。你现在就要当娘了，赶紧走，记住，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，知道吗？ 那你答应我，一定活着回来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一定要小心。好的，你们快走，快！你们几个跟我来。好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